对对对，哈。哎呀，不要。对，今天晚上了解很好。我今天带了七七了，刚准备七七完。那就给你一个底气，我输了让你打我三下，你输了我打你一下，有什么效果？来。这明明是在打个换名，好不好？你还说的那么慷慨的样子，今天输了你还不能我赢一下你要说？等下我想一下。你千万要控制老子。好气。你要阿子还跑不出来，我说是要你阿子胖子，老子胖子要吃煎蛋，不意思耶。哎呀！你吃那个第二单也没吃，饱了。来，趴起来。现在啥？我吃那个料啊，刚才生气，成单片了的。对不对？趴。哎，不要不要。抓手。你就用你现在不是还把走好你给我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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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我来不行。我男人当面哭哭啼啼不好，今天这么喜庆的日子嘛。可以。阿子，可以，可以。哎，老子想过哈，不服警察了。打，小弟。我转一下，我操。我小把的，看眼珠子，真的。他吓我。我操。你咋子不能生？我看到没看把车放回去我冲过来哎呦你妈谁打的要打个飞给你几个不重要的童话打公话了好难哈哈哈哈哈哈